基本首先，咱先来关心到假期期假期活动的消息。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创办人陈英祖，为着延续父亲陈世德热爱网球的志业，每年拢会举办世德杯全国软式网球锦标赛。今年迈入第十一届，吸引来自全国520名的网球好手来报名参加。市长黄敏惠、议长郑宏安等贵宾拢到场为选手来加油。第十一届世德杯全国网球锦标赛16-17号，伫家市立网球场盛大开打。家市长黄敏惠、家市议长郑宏安也特到场为选手加油，并感谢福田福基金会每年拢会赞助经费，提供全国热爱网球运动的朋友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我想在这里见证到了全国的好手来到我们嘉义市参加网球的比赛，而这一个世泽杯虽然迈入11年，但是永远是充满了朝气。今年还有全国最优秀的52队的报名，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来那充满了朝气，不但是为了优渥的奖金，还有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来切磋球技，联络情感。我想每一年让嘉义市长期以来对于我们网球奉献的前辈，我们表达最大的尊崇。世泽杯全国网球锦标赛是福田福基金会创办人为延续父亲陈世泽热爱网球运动所举办。而这一届比赛有来自全国520名网球好手用球技交流，努力争取冠军。而为纪念父亲对网球的热爱，福田福基金会创办人陈英祖每年都会提供经费举办锦标赛，提供爱打网球的人一个交流的机会，并借此让民众了解网球这项运动。新闻台闽台记者蔡宏报道。